天的山谷，这个里面好凉快呀，路旁有很多溪流。哇塞，这个溪水好凉呀，我刚好带了一个李子，放在水里冰一冰。这个爷爷在溪边钓鱼。爷爷，你在穿鱼饵呀？嗯。这个鱼饵是什么？蚯蚓。好，穿好了。好了。哇，这个杆好长呀。希望爷爷可以快点钓上鱼。A few minutes later.这里面就好像一个原始森林，我好像听到了二胡的声音。Bingo！ 这里有位阿姨在拉二胡。Nice。这里有很多的小瀑布，还有很多孩子在戏水。哇，这里又有一个瀑布。你喜欢这样的山谷吗？